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4号将非洲刚果的伦巴舞列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单，同时呢，入榜的还有秘鲁的亚马逊阿瓦郡族陶艺、委内瑞拉的圣胡安包蒂斯塔庆典，以及爱尔兰的传统猎鹰活动。聚集在委内瑞拉首都卡拉卡斯街头的民众，得知当地有300年历史的圣胡安包蒂斯塔宗教庆典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在最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单之上，大家高兴的又唱又跳，有人甚至激动的哭了出来。同时入榜的还有秘鲁的亚马逊阿瓦郡族陶艺，以及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与刚果共和国所共同提出申请的伦巴舞。刚果民主共和国总统菲利克斯兴高采烈地欢迎这项消息，两国的人民也在社群媒体上热闹庆祝。Congo succeeded in having 5 national parks registered in the 1970s as natural heritage sites, but again, natural heritage. In terms of cultural heritage, nothing at all.And it is for this reason that we are pushing to get the rumba on the list. 爱尔兰的传统猎鹰活动今年也和克罗埃西亚、吉尔吉斯、荷兰、波兰以及斯洛伐克五个国家一同登上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单。猎鹰在爱尔兰最早可以追溯到中世纪，也是爱尔兰第4个入选非遗名单的文化活动。总计已经有24个国家的猎鹰活动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化遗产认可。公视新闻综合报道。